以先搬回去。对，先搬回去。那我就不想那样子，因为没有画格，也不是不行啊，只是搞不好那个颜色多的时候，那边要回转用。哇，今天一口气全部都买完了，很快，可以耶，东西全部都买。那是因为就是在附近，对呀、啊，就没有往外跑了。这样效率很好。嗯。这样你缺的都买完了。你那个是银面板不能用了、哦，面板坏掉，完、那個、完全不能看了。可以看，可是那个颜色哦，看的眼睛呢，哦，是看的不舒服。有时候看的好像，全身不舒服啊。对，跑得很难做啊。而且看起来都好丑，有时候整个那个人的脸是好像黑人一样。32寸等于是小的呢，现在都是做比较大。现在32是最小的，以电视来说。那我问那边修理的那个人啊，他说现在没有你这么小的，说那现在最小的。他说32，他这样跟我讲。32应该也慢慢要淘汰了。啊，再淘汰一次。可能以后都40了。都买不到小的。对啊。那个礼券你卖掉了。嗯。